早安，晚安，我是 Luke， 我是阿迪，我是子琪。没错，这世界上能把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东西，就只有进击的巨人了。没错，一二三，闪火！我怎么配合你做这件事情？我的形象呢？我的形象岂有此理？今天就是要来开箱我在巨人展的东西，这就是本次的计划。开始，开始。有巨人的地方就有我。燕婷那个燕婷，哎、欸，你这次真的收敛很多哎、欸。他上次是一个行李箱。哦、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买东西之前都有问自己是需要还是想要。这种是可以在进阶展找到需要的东西，真的很实用，我发誓。OK， 大家看就知道，去的时候都已经是展期后半段了，很多东西都品切了。卖完了。首先就是你去巨人展，他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是草稿啊。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？第一次艾伦变成巨人，然后保护米卡萨。是吗？因为米卡萨在这里啊，艾伦啊，然后打一个莫名的巨人。我好惭愧。我一直以为是他归一个巨人拳，然后妈妈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这明显就 A 了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是爱莲，他在这里，然后后面不是晋级的巨人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對啊这个我的地名之后我松懈了，真的退步了，该再办第二次了。对，而且为什么这个一定要被记起来的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背面，这边呢有是有个 No 11，而且七这个呢乘起来刚好就是77啊。连餐厅的 demo 都拿过来，都会有送一张。这个需要的点是在需要吃饭啊。对，吃了三家进阶巨人餐厅，一天吃三餐很正常吧。我应该把自己给我的就是家人看，他们就会觉得我还好。哪有，我现在看你接下来怎么扯。一天吃三次主题餐厅真的很辛苦，而且主题餐厅通常都不太好吃。对，那就是你的信仰不够。好，然后我要开始拿出食物去了。好，食物也是很基本的吧。这个需要的点是棉花糖苹果饼干。现场其实有8到9款，以前的我是会把8到9款带走，后面就毛，不好意思。所以我后面就选了一个铁盒的，还有一个木盒的，还有一个纸盒的，还有一个糖果，各个类别都只有买一样。 OK， 还蛮节制的。对啊，那我们来开饼干。好，我想开很久，这应该是那种奶油饼干。对。黄色的是什么？这个旗子，他们的那个艾尔迪亚的旗。你这个始祖的巨人。又是米果。白巧克力。现在就 open 了。那这盒子很不错吧？可以装很多东西。我觉得如果是在年节的时候烧这个糖，我就觉得是 OK 的糖。最近快过年了。对对啊。刚好这是需要。啊，第二个是苹果派好了。苹果派的话，其实我纯粹就是看它外面配叶。帅。我蛮喜欢的，就是长得很巨。我每次拆这些是我人生最细心的时候。啊天哪！我刚看到它里面，它竟然是白色的盒子。是普通的盒子。好普通吗？就那里面可以长酷一点，打开喽。里面很可以。他如果每个都是不同的角色的话，就会更帅。苹果饼干，这看起来，奶油饼干，白泡的甜正最好吃。这也是过年如果吃到会很开心。有凤梨酥的味道，它像桃酥混凤梨酥。对，我这是在巨人展还找一下有没有珍珠奶茶制品，结果是没有，大家放心。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还比刚刚好喝。对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木盒，那我要开喽。其实它应该是棉花糖的，我没记错。OK。情欲手吗？而且有一个很重的味道，香包啊！过年要包香包，不然我被年收走。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棉花糖？我不知道，网面上是棉花糖。哎，重点它的香包还是最普通的那种香包，有点酸酸。你要不要闻它？它就是很重哎。这味道怎么形容？有点酸酸的，前面是花草香，对对，有点花草香，很特别的，可以。香包就是不然会被粘臭抓走了，我很害怕粘臭。害怕？那你刚刚以为它是棉花糖？都一样啦，都一样啦。棉花糖跟香包。就是香包，然后那没有棉花糖香包。然后这个是，应该是糖果仪了，不可能撒出来是图钉吧？它口味的，感觉会蛮好吃的。我以为它是口香糖，这个真的好好吃耶，它里面好酸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我觉得这个它没有很及格哎，它这看起来很像宝贝球，然后之后中间放了一个礼品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是 Levi 吗？是 Levi， 没有，是不是 Allen 啊？第一名，不好意思，换阿迪。好了，我现在大概犯错3次，你犯错1次。对，好。然后食品区开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是各种经典场景磁贴组。你们在冰箱不用贴一些搅拌形状哦，原来是要贴在冰箱上面。我常常看你发行程表，那如果你在家刚好没网络，看一下冰箱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都有挑过，它现场其实有大概快50块，我只买了4块。这个是纪念币，不好意思。就你只买了3个。对，我只买3个。50个里面只买3个。对，这3个场景都是我还蛮喜欢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幕保护妈妈。对，打
段，我这一段快哭出来，因为他前面一直摇手，然后说你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进步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揪心哦。然后这一幕就是，我觉得蔷薇四人组啊，其实蛮可怜的，还那么小就要承担那么多。哎，这还不错哎。这个可以拿来干嘛？你知道，过年刮刮刮脸。哦，它很重哎。这有重要。真的很少吧？我真的快要开完喽。然后还有资料夹。那里原本不是有资料夹吗？哎，这是小资料夹。其实这种资料夹我会想要买，说我那个工作小笔记本撕下来的也是这么小，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很好可以保护这些小尺寸纸张的地方。然后里面我买的几个场景，大家都会发现其实还蛮像的。这个场景好悲惨，而且很新哎，它是有做层次的哦。现场大概有20个可以选，但我也只是选了一个，因为我都有问今天需要还是想要。哦，这个是主题餐厅的姐姐送我的，她用一种充满关爱的眼神。然后最后就给了我一张这个，可能是我在那边猛吃，因为一直想抽到它。这就是一个立牌而已啊，拿来放东西的。OK。看在我那边，我大概吃了1/3，但刚好我很饿啊，所以我打消不敢飞机，就吃多一点。其实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放弃问你到底使用在哪里。对，你不用解释了。接下来的东西真的超实用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要公开了，我买最满意的东西，进击的巨人四角裤哎。一点都不吸引人吗？你们不要穿内裤吗？这个有点像山寨的，说夜市的时候会被摆。对，它甚至不是原作画的，因为它的长得就是有点不像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尤其是这一件实用性大增。身为拍片仔，大家都不太好。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顺畅。那在上面空等玩手机，哦，眼睛受伤，因为我不看一下漫画。我现在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眼神在看。他现场也有5款内裤，但我只选了2款。我真的不会买卡通的四角裤，我喜欢买一些有宅属性特征的一些质感小物。你可以配出去，然后别人会说哇，这个是那个哎，就是要有点惊讶感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如果露出来，人家也会惊讶。不会啊，不会，你要看一下，你要先脱裤子。接下来我要发最满意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真的会吓到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进击的巨人盘子，盘子买盘子。所以说打开，你们真的会被吓死。是好看的吧？不是，这不是普通的盘子，这不是动漫盘哎。你这么小的盘子，到底可以装什么？这连装沾酱油都很难。对，我会拿来摆设。它是平的，它不能装酱油跟芥末。可是不觉得这个质感 up up 吗？因为你刚刚的介绍方式说它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。是盘子。盘子我觉得真的不实用。可是它这个盘子上面有九大巨人哦。哦，好。因为我对盘子有很大的偏见，因为我妹她就是买一大堆盘子，然后从来都没有用过。你妹现在在外面，你不要讲那么大声吗？我天天跟她讲，但是这个盒子蛮有质感的。对啊。我原本想说里面会不会装一些就是原画画册或是……我也在想，原本是这个，我就觉得是。你们知道原画画册有多贵吗？有你全部这东西加起来，有原画画册现场卖15万日币，15万日币。我原本其实是想买墙壁，可是那些都要预定，然后现场买到只有小的墙壁。我要小的墙壁干嘛？就不需要。对，不需要，我还是有问一下。好，那最后你输买了一个盘子。盘子，你吃东西不用盘子，不然用什么？你才不忍心用这个吃东西嘞，不然等一下我们就来吃啊！看，我们直接就煮个维力炸酱面，直接用这个吃干面。哎，你们两个真的好过分！我觉得这个哈，它真的是收藏价值。如果把它挂在墙壁上面，我觉得 OK 漂亮质感，但是真的不会用这么小的盘子。我妹也就是买一大堆盘子，然后她就把它挂在墙壁上面，永远都不用。买完了，很少吧，真的很少吧。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我也是会选，对啊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不贵，然后你可以慢慢收集。我发现我们两个信仰真的不够，对啊，幸好我们没有去。可是因为真的有太多，像是我原本很想买个毛巾，它那个毛巾上面就是有巨人的比例尺，所以男生就会拿在那边比说，对，我的肩膀是超大型巨人宽，然后还有立体机动装置的歌性高，可是它好像就是一出来就直接被抢空。那种东西就是我会觉得有趣的小玩意。内裤。完成。你有要跟大家公布这全部都多少钱吗？不到3万日币。还可以啦，我觉得以周边来讲还好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哥哥。其实我忘记一件事情了。感谢你今天陪我玩，所以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进击的巨人。这个很棒哎，李柏的。你也有一个。这很棒哎。这个比较棒啊，你看到为什么不拿出来？我忘记了。不过这个我家已经用很多罐了。我自从用了它之后，就比较喜欢洗衣服。Okay. 原本会积一个礼拜，现在2天就洗一次。而且它很香哦，真的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你们陪我玩，拜拜。